非主流男子组合 ERA 自出道以嚟都喺演艺路上浮沉，但系凭住 ERA 又系列同埋 ERA 自嘅 TV 毫无保留嘅演出，终于感动咗观众，赢得掌声，都总算自救咗面前嘅演艺路。今次更加拎住民意当令箭，自把自为一次，用公司资源尽情自肥，满足一己私欲嘅同时，用最 ERA 嘅方式娱乐大家。下个星期一首播嘅 ERA 自肥企划第一集，继续贯彻佢哋无厘头嘅作风，一出场就即刻恶搞日本动漫角色，其中193更加以女装短裙示人，令人又惊又喜。另外 ERA 亦都请到 Double S 沈欣怡同埋陈欣妍，仲有组合 Pixel 搞笑客串，恶搞一番之后，节目中再现 ERA 又系列似曾相识嘅场景。ERA 被带到一个三啤嘅雕塑前面，喺毫无预警之下，三啤突然爆炸，吓到四子即刻后退。之后 ERA 就进行第一个自肥游戏，各人要喺四面特制嘅墙壁入面揀其中一面，再以高速奔跑冲破墙壁，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成功避开墙后嘅颜料池，攞到港币1000蚊嘅现金奖。